南县举办全国运动会，在昨天傍晚，我们在宜兰县政府的协力晴天广场来点燃这个圣火，今天进行圣火的传递第一棒就来到我们宜兰市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荣幸，宜兰市这一次要跟宜兰县来共同这个迎接全运会的到来，我们也要当一个主人，在我们这个属于美丽漂亮的城市里面，来展现我们的运动精神，来展现我们的活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传递圣火的，都是我们宜兰市跟我们宜兰县长期在培训的优良的优秀运动选手，由他们来传递圣火，也代表我们宜兰重视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。大厅呢，将圣火点燃，传到第一站，我们宜兰市这里，希望能够作为这个交棒的场合。那我特别也以宜兰市民这样的心情呢，来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跟市长呢共同来接受这样的见证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一起为我们全运会这个加油打气，为我们全国的这些选手加油打气，更。